家人们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那个跟小乔，我们待会儿准备去一个果园基地，就是巴东当地的碰柑子。今天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家人们，这个柑子好甜哦，你们一定要来选。想吃的家，想吃的阿姨们快来选。马上快过年了啊，这个果子是我们从果园现摘现发货的果。甜不甜？甜不甜？好不好吃？我根据我多年吃那个橘子的经验啊，这个橘子是特别合口味的，吃起来就是九分甜，一分酸，原汁原味的那种啊，就是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家人可以看一看啊。我们全家人都还挺喜欢吃的。本来我今天回利川的，小乔说我们那个去当地哈，带一场橘子啊，看那个怎么样？你猜今天怎么样呢？卖他个200件吧，看能不能卖得出去啊。顺其自然。待会儿家人们那个，我们看到我们的视频，记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我们马上就去那个，马上就去那个基地啊。因为它的巴东地区都是高山，海拔高。像他们这个太高的海拔也不出橘子啊，就要矮一点的地方。我们这里都不出，在山底下啊，在山底下的槽沟里面。话不多说，喜欢吃那个碰柑的啊，待会儿来我们直播间那个选果啊。我们也没有分什么大果小果，就是统一的那种不好的挑出来，然后就统一中国大果一起发吧。真好吃。希望那个粉丝网友们哈，大家来我们直播间支持我们啊！链接已经给家人们上好了，现在我们啥就别说了，赶紧出发去果园基地，走，跳着出去，去走。